Tire Plus 持家汽车服务中心，欧记方向盘，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。Hold，AR-Con 反射玻璃贴，反光不挡就是爽。好，我们今天来试这一台，刚好今天要去雇车的，可以直接试远一点吗？可以啊，可以了哈。哎，那个，我刚看到说奇怪，手表怎么要砍在这里？像不像？这个还有指南针，然后还有这个，那这应该是快速键吧？吐了又一个时钟跑出来，那这两个都长得一样啊。对啊，我去买一个精神粮食给你喝。哦，精神粮食。我先导航一下，我们今天要去新竹，我要去估一台200，我开125去估125，可以的吧？哈，几门的？哦，是五门的。耶、yeah! 哦，你最爱的嘛？对，我最爱的。我靠、哦，其实它内装还蛮统一的。比较年轻的感觉，蛮一致的哈、哦。现在有些不喜欢核桃木的原因，就是核桃木感觉比较老气的感觉。对啊，因为老车才有核桃木啊。啊，这个是什么？那个雷达的啊，它会滴滴滴，越来越近，越近，它就会前雷达。这个拍档是在这里哦。没有，我本来以为是这个。不是。现在很多新车都是高级车用装的，对，就没有那种入档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还有那个手刹车嘛，对，手刹车都直接。直接按一下，这台我就比较习惯，它一样用踩踏，很辣。这个我就比较习惯了，因为我自己的车也开这个。你看，看它双门，其实后面蛮大的，进出会比较麻烦一点。可是如果是小朋友坐后面，是更安全，他跑不掉，不用担心他开门跳出去。因为小朋友看到这个会去拉嘛，一开始会什么东西拿嘴巴嘛，那到时候嘴巴不用的时候，就是会用去手去触碰。是手，然后嘞。再就是用别的器官去感受啊，去感受，比如说耳朵听、啊，耳朵听，对，我还好了，你，我是很正经的人哦，对啊，上高速公路了，上高速公路了，那他有那个吗？车道偏移什么都没有，他就只有定速而已，应该是没有，限速、定速应该都有啊，很难想象300多万的车就只有定速了，他准备是无人的车，是不是啊？不一样啊，不同款。这个我也看不太懂，这是什么车？那是帕拉梅拉，是泰肯。泰肯吧，因为这是 E 的，应该是纯电的吧。哦，哦 ，T D 耶，这大牛啊！看、哦、这车好扁。不知道了，不管什么牛啊，这什么？哎，这车门是这样子，哇，好帅啊！不要，哦，塞！他已经损失50块的油钱了。对，哦，被我们抄走了。不管你是，我那块卡前三，卡前三证，哇塞！我有看到哦，我看到了。看到里面的人，像是个阿迪亚，阿迪亚旁边站了一个妹，表示说有一个有钱的老爸了。开到现在感觉如何？蛮稳的，你看随便这样一踩就110。那它轻快吗？我就觉得它比较显略重一点，略重。对，新竹天气好。就气派的、欸、哦，真的呢。车啊，而且这边 view 很好，所以这边应该蛮贵，因为这边就是公园，应该就是有河景。200公尺，这边都盖得很宽嘞，是我喜欢的。好了，今天的主角出现了哈。哎、欸，你看，有没有？这个核桃木的，它是黑的，是黑的，黑的核桃木。它这个是，哦，啊，你换什么车？特斯拉都有钱，就随便估一下好了。本来要买蛋糕请你吃的。哦、没有蛋糕，更便宜。买那什么蛋糕对不对？啊，对，现在我每次来都会拿到，真的很夯。就像他这边便宜。我看现在等下折现就好了。我们这边对，我们这边很好讲话，真的。跑多少？7万9。看。哎、欸，我换油了，加。哦。好不好？这好像是脆掉。对啊。哦，厉害耶！他唱 A 啊，可以唱 A 啊。哦，胶是硬的。对啊，胶是硬的。是
这是什么？没有。哦，这里哦，顺手加一下。那、啊、这边有一个110的充电筒，这个比我大啊。你那车型本来就比我大，你知道？你知道那时候估价小时高吗？哎、啊，这个车里清楚，我反正应该是开看看好了。假设好，我买了，我就有一台 C1 的。嗯，好、哦，没错。对。看我的，没怎样啊。差不多了。你看我的，没什么好看的。2015。嗯。好，我这边1200，排气量1991。好看完了。Tire Plus 持家，持家汽车服务中心，冬季方向盘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 ，Hold。A2抗反射玻璃贴，反光不挡就是爽。哎、欸，这一次又黑白双煞了。这台我们刚开过来的1250，哎，这台刚买的1200，哎、欸，可能太暗，我没注意看，我就打开引擎盖都打开得很帅。我说奇怪，为什么比较不好看？因为掐头不刚，你看这皮头，哎，这看起来比较帅嘞。防眩感也不太一样，灯的样式不一样，这是平的有没有？哎、欸，差一年而已，可是这看起来比较帅嘞。完了完了完了，要换车了哈。那动力呢？动力看起来这台好像怎么184而已。我再开看看呢。啊，你看它的轮框不一样，我们的比较脏。哎、欸，昨天有洗车啦。我要看尾灯。都一样啊，对，都是条纹的，有没有？哦，对啊，那、啊、看一下内装有没有不一样。我觉得这台隔音应该比较好。你看啊，玻璃是擦一台，对，嗯，有没有？那、啊、这个又多了一层隔音，对，因为它是无边框，没办法，有没有？少了一层。我觉得它的隔音已经做得不错了。其实有差的就这里嘛，这里就是这样子开的、啊，对，它是打开的啊，那一个是没有的。然后这里这个是都一样，按的双开啊，那一台是按中间，这个是这样开的。其他都差不多啊，这样看起来都差不多。差不多。我刚忘记讲，人家后来说有啦，人家有买啦，他偷跑买，跟我说没有，我说要捡钱，他马上跑出来，你看。感觉上这个太小，这卡卡红啊，好啊，这一关去哎，哦哎，好啊，再来就是这个，你看。原本没有，车主我去加的，改气我班嘞、欸。他说本来想盖跟车嘞，可要花200,000他就算了，蛮贵的啦。我对啊，2015的，对。哎、欸，而且个小人啊嘞，有可能就是因为实用性的问题啊。嗯，阿尼卡工爱经济打看看划算，因为它是双门的哈，它椅子是这样，你看打开，你看打开之后这样往前滑的。可是它这个是人座而已，双门四座啊，这是5门5座。五个人就是中间那一个比较挤来挤去而已、嗯、啊！如果今天是左右都是没，我就喜欢坐中间的。嗯，我是很正经的人哦。好、啊，我等一下去吃东西了哈。好，喜欢记得帮我订阅、分享、开启铃铛，耶、yeah ！今天任务成功，买到就成功了啦。其实就是老板定一个价钱，只是120,000或110,000啊，买更低，这样就完成。我觉得不是。好了，耶、yeah ！做更多的影片哦，耶、yeah ！拜拜。Tire Plus 持家，持家汽车服务中心，冬季方向盘。唯一有温度的改装品 ，Hold A2抗反射玻璃贴，反光不挡就是爽。自己会伸出来，好像这一种啊，就不会坏掉了，因为它是整个卷圈的，安全带用的有一个塞出来，不用出来。啊，以前是那种勾的，勾的大概直刺，大概勾不到半次吧。哦，对啊，就很容易失败，真的。哇，野生的槟榔，应该不是槟榔，不是，对，这是椰子，这是椰子，还没长大。我看，他在屋里哦，用椰子和西瓜打头，那个比较痛？头啊，哎呦，太累了，哎呦。这太久了，大家都听过了，好不好？听过了。